科技日新月异，现在全台湾有700多万人使用智慧型手机，看准了这样的行动商务时代来临，不少网购业者也都有架设购物 APP。开启程式的第一个画面为填写客户基本资料，输入订购人及电话。点选会员申请开始订购，我们有饭团选定及自选配料两种。首先进到饭团选定，配料都是固定的，点选想吃的口味，可以选择要加或不加油条，还有白米及紫米的选择，点选数量，加入购物车。接下来还有自选配料，一样可以选择要加或不加油条，还有白米及紫米。我们最多可以选择6种配料。点选数量，加入购物车。另外还有铁卤蛋专卖，1颗12元。点选购物记录，可查看订单内容。选择取货日期。点选订单送出即可，可以订单追踪，点击查询。我们可以用平板，也可以用手机来订购饭团哦。你要是我们的配料还是要自选配料？我要自选配料，那我要选肉松，还有杏鲍菇，还有白姜片，还有黑胡椒、猪柳、熏鸡，好，就这些。还有一个可以选吗？只选了5种。我只要这5种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加入购物车，购物记录。那您的日期要定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早上的9点。早上的9点，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对，那我就帮您订单送出了。好，总共40元。好，我明天来这里付老板钱就好了嘛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写了这个程式以后，对你的生意有没有变得比较好？有啊，比以前啊好一些，尤其啊在那个顾客在以前采购的时候啊，就大家都会挤在同一个时间来，然后他们现在呢有的是从前一天他就下订单，那有一些呢是要采购前呢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下订单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比较充足的准备，然后大家都方便。而且也使用上也很好，很好，这个程式之后帮助很大，谢谢。好。